然后新化可以 open， 新化可以 open。好好好。那你直接用画面。好。上方楼。
德森这一圈的有讲到的吗？啊，刚刚瑞哥讲，瑞哥讲，瑞哥讲，真的是，好好好，没关系。怎么样都对不大，当然对不大，他又要拉住。能守工业吗？走啊，再飞一下，他在桥上。喂，哎，
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走后面啊，后面比较矮。见九点半。他挺晚的。我大夜啊。哦，我九点骑车。我要守。所以你一台车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你一个人？我丁豪哥在吗？没有，丁豪哥就去休息了。休息是回去的。对啊，后面总不来啊。所以目前就你一个拍照。对啊。我再试一下，我看你瘦不瘦。所以你是明天早上要下班。现在就今天就拍吊绳。啊。那就是准备局已经打好了啦，因为我是接下来通电话。哎。好，拜拜。我拍照，你一个人应该要去天桥看。我等下然后回车上拿那个车子，去天桥站的话就可以避掉。哪个天桥？车站那边有天桥，那边有个人。就铁轨上面的，可是他那个铁，对，可是他那个铁是往外说，然后我往回线拉。不够高吗？出去
这一条，它本来贴过这一条，这样子这样子转，然后车头。像这种时候不买空拍机，就是可能明天被人家打。也不用明天了，现在看到你的粉丝就被打爆了。因为够高了，跟天桥再高也拍不出那个它出去的量。所以你是临时被叫来的吗？说一下，我们学校算加班吧。我赶快问我说方不方便，如果非常方便啊，方便就加班。方便就对。赵昌龙在乐坛那边。这是车头后面的第二，这是第二节是第六节，他们说这是第六节。他一到五这样。所以车头不在这边吗？我刚刚问他们说这是第六节。所以车头不在这边吗？
要多久？你要不要下来？持续掌握河马号翻覆的最新状况，在刚刚行政院长赖清德也表示，希望能够在明天上午5点以前，能够把这个路段能够抢通，至少恢复单线通车，好让民众往来东部还是有正常的火车可以使用。好，我们也持续关心目前这里抢修的最新状况。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一组图像，就是第一次河马号所出轨翻覆。Thank you.
车他是实际在用。家里全程都录着。对，家里全程录着。还有实际在用吗？家里还有实际在用吗？对，对，都会给你安全。对。那要干啥？Thank you.
会给你，我一直会给你安全的画面，你要用就是。至少那个摄像掉掉走了。你直接先交接好了。他就不露脸试音哦，对对对，我就一直看现场。男的女的，你们想要男的还是女的？不知道。好好好好
是在我在我地方的。
对对对，现在修正回18了，对。对，他已经给你讲完，他把他的过程讲了。我们来修正完就好。接头拿掉再接的，你就是这样吗？是没有画面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，那你可以飞机可以启动的，但是要不要画面？这个是接点，那个手机跟手机的那个接点跟那个东西，再接啊，拿掉再接，拿掉再接，然后再接。下面的夹带。